阿祖，我是伊仔。阮今仔日要表演的节目是《海牛麦皮卡》。噔噔噔噔。阿祖，快打开！我最近有买一座新的道洞呢。拜六，你敢会来阮家，甲我做伙耍？是礼拜六哦。正无拄好，迄天我甲阮阿姊要去参加静花的活动，所以无法度去恁家甲你做伙耍啦。咦，静花，迄是啥物活动啊？我知影，有一条歌是安尼唱的，来去，做伙来去西雅市，好食好耍的满满是。遐欠牵糖丝，盐酥鸡，香柳鱼，愈食愈煞嘴。豆花面，粉圆饼，碗碗搁碗面。西雅市享受食咸台湾味。真好，就是有一群人在西雅市啊，想伫一个早食到了后，爽来过去另外一个早去上食物件。哦，那是散摊啦。散摊就是去海边啊捡垃圾啦。是安怎要专工去海边啊捡垃圾嘞？恁敢有看到前几天的新闻？有一只海龟，伊的鼻啊无细里去捡到一只垃圾，去护理员在解救的时候，伊一直流血，实在让人伤心呢。我嘛有看到这个新闻。一只海龟看起来真艰苦的款，真正有够可怜呢。我阿姊有甲我讲，若是海龟、个海鸥、海鱼啊，甲少侪海洋生物，拢因为人类制造出来垃圾而受苦。我嘛想到啊，有一次我去海边耍时，阁看到囝仔啊，海草甲我四界走呢。哪会安尼？迄拢是因为人类甲第一摆带走，煞甲垃圾留伫海山谷，惊生仔找无地仔卡，就予海草甲我四界走啊！对对对，海边啊，清气。咱遮有美丽风景通欣赏，去年阮阿爸阿母带我甲去澎湖的海边仔耍，在海水清清清，海山谷阁有真侪美丽地仔拍，佮真侪个石头通捡呢。囡仔，去去海边仔捡石头佮地仔拍哦。对啊，安尼唔好，以后莫阁安尼做啦。是安怎？你敢知影？咱看到海沙堡是对石头豆豆演变来的，若是大家人拢家捡走，咱以后可能就看得到遐尼个海沙堡啊！啥物？遐尼严重哦？那安尼是安怎袂使捡雷仔卡的？因为雷仔卡是惊生仔的厝，若是大家人拢家捡了了，惊生仔就无厝当住。无卡都无好家己啊！歹势啦，我毋知影一个小小的动作，竟然造成遐尼大的伤害。我嘛想着啊，有一摆我去海边耍的时，都看到囝仔仔开始甲我四界走呢。哪会安尼？迄拢是因为人类甲鞋仔摊带走，煞甲垃圾留伫海沙堡，囝仔仔揣无鞋仔摊，就开始甲我四界走啊。我感觉足见笑的。对啦，阿祖，你毋是讲一礼拜六会去海边啊捡垃圾？对啊，去海边啊做义工捡垃圾，嘛是咱的单位海洋生物做的代志之一哦。我讲下工甲你做伙去，我嘛要去。感谢你，当然嘛好。好、哦，我先去甲阮阿母讲一声，遐尼有意义的代志，伊一定会答应的。不过会真辛苦，恁敢会肯滴？不要紧啦，咱若辛苦不过，海洋生物就会当感受一寡苦，这是足有价值的代志啊！囡仔，你做了真好，真正是乌干仔底。